今天我们要读《谁咬了我的大饼》，这是在 iPad 上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。谁咬了我的大饼？小猪做了一个好大的饼，累得睡着了。等他醒来一看，咦，是谁咬了我的大饼？你看他咬的好搞笑。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？小猪问小鸟。不是我，你看。小鸟在大饼上咬了一口。果然不一样。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？小猪问兔子。不是我，你看，他又咬了。小兔子在大饼上咬了一口，果然不一样。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？小猪问狐狸。不是我，你看。狐狸在大饼上咬了一口，果然不一样。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？小猪问鳄鱼。不是我，你看。鳄鱼在大饼上咬了一口，果然不一样。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？小猪问河马。河马张开大嘴，啊，他轻轻咬了一小口，好搞笑。小猪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他也在大饼上咬了一口，吧唧吧唧吧唧，你可以讲。他一边想着大饼，一边想究竟是谁咬了我的大饼。The story end。 然后我觉得你喜欢，你要给我一个爱就当下吧，然后嘞，我想要你 subscribe if you like it and give me a big thumbs up and see you later guys, bye.